6月17日，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成功举办。这是中非领导人在团结抗疫形势下举行的一次特殊聚会，非方领导人对此予以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。他们表示，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的召开正逢其时，增强了非洲国家战胜疫情的信心。中方在非洲最需要的时候雪中送炭，是真正的朋友。